OK， 我这一次呢，真的是要拿冠军的啊！有信心拿冠军的，请举手。这么多 ，OK， Let's go。去年呢，就是差了一步得了冠军嘛，那今年必须要把这个第一名拿回来，这是我这一次来的目的。OK， 那现在我们的第一组是 Popping 组的，那我们就有请第一位。我是 BB， 来自 Custom。如果你能给我毛巾的话，我会像去年我的搭档易德一样，继续为你冲击冠军。但如果你今天说易德是你的搭档，必须要比易德还要高哦。我有赢过他。你有赢过他？可以，我来看一下你作品。怎么亮着？那不是彻夜等候，你为我点的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。红楼那一场梦，我的山水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唯美。我是谁？Check this out。我觉得能给吧，我觉得可以了。等什么呢？可以更好。Sorry。哇，好可惜。我会以去年的我的修罗 team 的他们的那个实力来做衡量，比方说 Popping 没有赢过廷义德的，我自己感觉我就可能不会过。OK， 下一位。对不起，我自己感觉我不知道说对不对啊，在你身上我看到杨文浩，因为我对杨文浩也很熟悉嘛。他开始做他的作品的时候，我才看出杨文浩的影子存在，因为我把杨文浩放在那里啊，他没有让我惊艳到。Sorry， 好吓人啊！因为呢，第一条毛巾出去的是很重要的，必须我要把水平拉得更高。我才有机会得到冠军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比较贪心一点。严格也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的尊重，我希望他们可以真的靠着他们的实力跟能力拿到我的毛巾。哦，对面是 Frank。哦 ，Surprise！ 怎么感觉易烊千玺那边这么嗨啊？Frank 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有跳 No Joke， 他在我的 MV 有出来。我叫于衍玲。近期的很多编舞都是 Franklin 帮我编的啊，我也爱找他编。去年街舞时候让他帮我编了那个队长秀。Franklin 的水平在今年的 Urban 舞者，如果他说他是第二的话，应该没有人会说自己是第一吧。完了，这个毛巾也给了，接下来三条不出去了，我们是要冠军吧。OK， 觉得千玺团队目前真的非常厉害，因为他
很多都是在中国很老的 OG 啊，在自己的领域上都是数一数二的，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们战队现在来说真的蛮厉害的。不知道是我审美提高了，还是判断力更足一些，反正我觉得整体会比去年厉害一大截。哇，易烊千玺那边厉害的人蛮多的。我上一季好像第一条毛巾也是蛮晚给的啊。哇，天哪！他估计还是要等几个花粉。OK， 下一位。小猪哥，你好。我约定的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32K Mr. Three。本来是没想参加，因为小猪哥给我留言说第二季等你。因为现在的平台越来越多，然后他们也可以用留言的方式跟你做些交流，在里面我的确有一些已经结好盟的人。大概有多少个人？一个。讲了那么多，只有一个。对，目前只有一个跟他结了盟。不看一眼我都不看。真的。怎么恋爱？怎么开始的呀？我唰我就进去了，唰我就出来了。你干嘛那么嗲呀？录节目呢？对，录节目呢。我们一起在录《我们恋爱吧五》啊。不是，大妈，你先说话，你紧张什么呀？你俩聊一会儿，你俩聊一会儿。大秦跟小秦，不是那个说相声那个吗？对对对，说相声那个。对对对，我是那说相声。你们很熟呀，那个跟郭老师也合作过。是的，在那个那合作过，那我就得叫您大爷了。那我什么辈分？婶儿去。叫吧叫吧叫吧，照顾好啊！那一定的，一定的，大娘，对，还真是，啊。大娘能拿电话吗？那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还是还要再聊一会儿？不聊了。对对对。好不好嘛？求求你了。拜托拜托，你到底行不行嘛？我不管了，你最好了，我爱你呀。嗯。宝贝亲亲，宝贝亲亲，宝贝亲亲。秦小姐，我问你了。啊？我把眼神都递到这边了。秦小姐，姐跟你说话呢。白哥，肯定不在，不，肯定不太会。对吧，就是先张嘴说我不喜欢，但是说实话也太快了，其实他才第三天还是第二天，到不了喜欢不喜欢的地步呢。你看你可以答得很好的嘛。来下一个。表示同意，表示同意。下回你先答。你是从小就好看的吗？这个要我想好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这我真的很想问一下。当时就我不知道，小时候基本男同学不跟我玩，因为他们嫉妒你帅。我小时候长得真的不帅，但是就是爱聊。哦，我懂了，小时候女生也不看长相，就看谁贫。初恋男。女生喜欢有幽默感的男生，会逗你笑的。哟，那小时候老逗了我啊。不是，就是小时候反正就是什么上自习啊什么的，就是女孩扎一堆，男孩扎一堆，然后你扎在女孩，我就扎在女孩那堆里聊。难怪男生都不理他。就是啊，我就说我少说话吧。哎哎，暴露了是谁。哎呦我的天呀。让你开心。跳啥时候舞啊？我最想退圈就是此刻，就是此刻。两位两位两位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救命。羞耻。怎么了？拼了。都别火，都别火。转，你要试一下吗？好。这什么的？所以你会吃吗？你看咋吸？不是。你展开说说，来，接下来我给你演一遍。不是。
给我拿点奶油来，气死我了。不是，就是要就不要碰啊，就别乐了啊，差不多了，就是一个猝不及防，就是别碰到人家，继续，都别停，停不了一点。不是，我一定要问。听不见。姐，你要把他俩逼疯了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一个女生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很深交哈，跟你这样说说我想看，男生是什么感觉啊？你让我回答吗？我没有。我没有。哎，那如果你有呢？就这是你引以为傲的东西。不是，如果那女生你很喜欢她呢？我就看。那个比这个烟花还短暂，这太短暂了。这个，大兜里拿着一堆鞭炮。没摔跤啊？摔跤更响，踢了塔了，踢了塔。该你了。啊？该你了。这逃不掉的，他们都盯着你呢。休想逃！我真没有，我真想不出。哎，那你特定节日不会准备什么？比如说生日啊？那这就准备的多一些。是你一个人吗？叫哥们一起，叫哥们一起，自己不是弄不过来有点。那你主要负责什么呢？买。这样行吗，周周？这我又看不到，你出现的时候不可能一堆哥们还在跟那儿打气球呢吧？那怎么能行呢？这样摆完了以后，他一进屋拿摔炮，啪啪，一帮人。这是我给你的欢迎礼。再溜，啪啪啪啪，站一溜，一人拿一摔炮，一进去啪。他俩现在有什么心锚？以后他俩见面就摔炮。女生就是喜欢被赞美的，那这个时候就有个男生用气音啊，麻烦用气音，不要说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就是那种，就那个话都说不出来。来学一下，来一二三，来，啊，用气音说，好漂亮，来快。为啥选我？为啥选我？走，把他兜里的摔炮都给我扔了。以这个老秦和小孙如此能共情的前面的经历来看，我好怕小孙下一句话说的是这个。我们往下看，小孙你别搞砸，千万别。你看看他们俩的表情，怎么样？学会了吗，弟弟们？再记，就我不敢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静姐是因为你的语气非常诚恳。新学会的有可能不行，来，我试一下啊。为什么我上楼梯的第一眼就是你没对我心动第一天？不是你说的吗？这是就是用气声吗？我突然都全都想起来了，我一下子就都想起来了。哎呀，咱们走吧。走。如果是姐弟恋的话，很可爱。可爱吗，周周？可爱吗？我都快笑死了。可爱。那你会瞬间爱上他吗？不是，我跟他坐一桌的时候，我已经喜欢他了呀。你要不答我第一个问题？你们第一个问题都多刁钻呀！最近一段恋情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答那个，这个不答了，不答了。恋爱中最疯狂，最疯狂。